这个阿吉哦，他需要很大量的运动，光这样主人带着散步哦，他那个都不够，所以他必须先养成一个对球哦有一个很大的兴趣，然后他可以来回的奔跑哦，我主人不用跟着走，他就可以很充足的运动哦。而且他拿给我以后不能抢，哎，乖，重要 ，Go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来，放放，哎， good job， 等等，他这样的运动量就可以发泄他的一些精力哦，他就比较不会有不当行为哦，减少很多。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很棒很棒，棒！哎、欸，他其实在串听话，坐下，卧倒，卧倒，你不会卧倒哈、哦，卧倒 ，yes， 对啦 ，go， 哎、欸，来，很棒。Good job！ 这两只因为不会打架，所以我敢在两只在一起哦，接这个球。有的像啾比就不行哦，你那个欲望特别强的哦，这两只母的就会打，但是一公一母不会。哎，放还不错，放，哎呀，要学会放哦。来，很重要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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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来，哎，放。站在那边了、啊，再过了，再来，在旁边看得很爽，看得受不了。叫他有这种感觉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这只狗以前在外面哦，我知道他主人有丢过，但是他丢两下就不捡，然后就跑去搞他的东西哦。我现在就是让他看，拿不到，看得到吃不到哦，这种感觉才有办法把它练回来。你看，哇塞，在旁边好像那种球迷哦，看人家打球，自己很想赶快到那个斗牛场上去。上一个篮哦，就类似这样哦。好，让他休息，让他休息。我就很近。嗯，来，不要这样输球。好，等一下。球迷，球迷来了 ，NBA 球迷。
过训练，他已经就帮我拿到这里，就算很厉害。所以是哦，不然不然。他就可以运动啦，他以前运动不足了。